来，所以其实咱这个卫生哈，咱就听以为一个这个问题，伊咧讲到这个啊，瓜啊哈，这个苦瓜啦哈，刺瓜啊，迄个下骹看到那就叫滚水烫掉哈。但是这相片摄出来，这是陆菌病，也一角一角对吧？一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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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知影陆菌哈，落菌哈啊，这一角一角这拢下，但是伊下骹迄个龟迄从叫滚水烫掉，怎啊起位？这种一般来讲是疫病哈，疫病，所以这多数这两种是湿度高的这个情形之下，拢真容易产生，所以啊，你会当先甲下骹叶啊，既然啊臭大气有款，先去甲整理一遍吼，规气怎甲加掉吼，啊，卖好多乱，然后就当时啊看到看到安尼，咱心情就袂讲介好吼，讲起码是袂惊，甲加一挂叶啊，应该一半叶啊吼，尤其下骹两叶拢臭大气啊，你过得甲整整的，啊，你讲我无讲好，无讲你就卖甲整啊，啊，若有整就甲提走吼，因为这内底一定有疫病的一个困伫内底。啊，见过了，咱对后边随转药啊，吼，药啊咧转的时阵，你一定就是疫病加陆菌病，一定爱做为防治。所以你唔通讲啊，这个陆菌落菌一支哦，一支预防，一支治疗，疫病一支预防，一支治疗，干那这两个都要转四种药啊，你头壳歹吼，这唔是安尼的吼，就讲伊这两项其实因为这个用药是有这个重叠吼，比如讲。啊，伫疫病内底，咱哩当用达美芬啦、普巴克啦、伊德利啦、赛唑镁啦，吼啊，即个物件呢，其实像赛唑镁，伫疫病内底有效，伫即个陆菌内底冇效，安尼哦。啊，所以咱知影这两种拢有，所以咱会去改用啥物物件，用亚脱敏，吼，即有诶讲亚脱敏会去伤着，亚脱敏伤着，你特别甲泡下糖，你唔去伤着，吼、哦。亚脱敏有两种，拢是水酸剂，一种23%，一种10%，你唔通甲10%。啊，即、这个咧泡诶，迄、那个浓度是十拍用900倍嘛，所以有诶人会泡800倍嘛，800倍较好算吼、哦，所以啊一桶差不多30瓦就好算诶吼，即、哦这个那是即、这个足好用啊。你摕到23%诶时阵，你完了甲转30瓦安尼恭喜吼，有可能呢，即、这个会去改即个相对安尼吼，所以有时候这个部分就比较麻烦吼、哦，还是讲你用即、这个。啊，水分散性痢疾吼，水痢啊吼，这种的这呢啊，你个该结真重，哇，这内底伊个伤着吼，尤其即马高温吼，啊，是安话不啊，一开始就叫你用这物件，因为这是安尼吼，你这咧用的时阵呢，哦，你会当这个，因为这个疫病的位，你顶关后会掉脏头，一般会掉，所以伊会排菌啊，吼，所以咱通常就是希望讲，因为亚脱敏伊有伊的好处就是益生性，所以咱该转后面啊，先刷啊，这个罐头。哦啊、你不较紧罐头，你过来伊就容易出问题。消化一个，即湿气压起来的时阵，有可能伊就缩头、哦、所以一般来讲，即、这个罐头是爱，啊、因为你即皮肤罐头，你讲我先罐头，佮转一边药啊，即当然啊，不也是安尼，感觉讲安尼上好嘛。所以你罐头你也当用一边，啊，但是你倒不如就是亚脱敏药啊，莫泡伤重吼。比如讲伊水酸的，你即个水疗啊，吼、哦，水疗啊，4500倍，你用即个5000倍。啊，5000倍吼、哦，宝宝啊，咱来用的时阵呢，啊，叶啊那转啊头，伊在遐个触者，啊停者，一张一张看来安尼，呼啊头触者，呼头个触者，迄效果足好诶。哦，所以这方面，伫这操作上啊，希望咱听众朋友你也当小注意者安尼。啊，说落去你就叫正常，这像遮严重啦吼，那、哦、是。如果那加一丛，但是看这种情形，无可能加一丛。如果那是几啊丛，你一定爱细字哈。啊，搁一个就是讲，这个叶啊，像叫滚水烫掉这种情形，其实我想要问你的啦哈、哦，我想要问你的哈、哦，不是讲啊，当然咱可能一个因为你无翕加重要，但是你安尼讲的时阵啊，我要问的一项代志就是讲，你是不是有去用到石灰硫磺合剂哈、哦？日本的写日本字的啊，真好用，无毒的哈、哦，这。啊，足侪拢冲一吹吼，即足食力的吼，即啊，你若是有去用到这种石灰硫磺合剂，啊，我甲你讲吼，迄种就是去用石灰硫磺合剂烧掉，吼、哦，唔是疫病，迄看起来足侪人讲疫病，哎，迄即个吼，啊，结果转来鬼区，啊，伊会甲你讲啊，迄电台你有咧听无吼？哎呀，不好甲你讲有无吼？迄、哦、就是得疫病，啊，得疫病了，咱是不是甲转药啊？啊，转药啊了吼。转药啊了的时阵呢，啊，是不是伊原底已经有得病啊？所以你药啊甲转落，伊迄病斑是不是臭味大？所以药啊臭味大，所以你会安尼得啦，会安尼得，迄就是你较早得了较严重，你用了伤斑。哦，这有时啊吼，这真正是
唔知要安怎去讲啦吼，咱其实是很好心的，甲真济即个物件，甲咱真济好朋友讲啊，就被有心人吼不好心的去应用吼啊，所以咱听又听听嘛，讲嗯有影有影，确实是安尼吼啊，但是迄唔是啦，迄是伊去撞到石灰硫磺合剂，因为即个石灰硫磺合剂去伤到的时阵吼，足明显的结界所在，伊迄个叶脉迄只遐叶脉吼，迄只遐小块。小花青青，啊！伫两个后尾、甲后尾者，这中间会安尼一抓草搭，一抓草搭，一抓草搭，足像的。所以我远远的看，我是感觉讲，你这是不是会懵一个来女啊？咱无遐神啦，吼，我若遐神就好啊，我嘛免做这步吼，就坐咧红关就好啊，他都爱过去。所以这有时候咱爱小注意者。所以你是不是有用过石灰硫磺而去？因为即马这种温度伫即个温室内底有可能。中岛因为咱无外遮阳，无内遮阳所以有可能伫中岛，这温度拢超过35度。啊，你知影28度起哩，石灰硫磺合剂吼，啊，都有可能互你臭大，所以更何况是36度。啊，迄时间唔免真长吼，30分钟到1个小时都互你臭大去啊。所以你若用这种物件，你得爱小注意者，而且啊，含病害一点啊关系拢无可能去伤着，但是迄个血啊表现出来是陆军病吼。所以啊，咱先安尼来改这个排毒吼，啊来呢啊，叫安尼来改这个激光求救看卖啊，这吼啊，看有啥物问题呢？随时和咱保持联络啊，无这安尼吼，这个会很吃力吼啊，这当好朋友小了解者哈，嗯。